大家好，我是俊怡哦，现在是半夜，那我们就来测试看看 Panasonic 厨师机的声音的音量如何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哦，那画面当中可能看到电源这个灯已经亮起来了。我们现在这个摄影机的位置呢，是距离这个厨师机大约30公分左右。那我们补上第二段，那会仔细看看的风量的音量是否很大声呢？现在这个位置呢，相机大概是距离这个厨师机有大概是30公分左右。那其实它的声音的量并不会很大声，那在半夜的话也不会觉得很吵。那如果是比喻的话，就像是中央空调开弱速风的那种感觉，其实还蛮安静的。安全、省电、高效率，我是俊怡，推荐 Panasonic 国际牌厨师机。下次与你空中再相会，晚安。